竖画要细一点，横折，横不要写到它粗，提按转折过来，由重到轻。竖画在这个的下方，不要太长。提对应完之后，像右上方写的，由重到轻，横画要细，整体的笔画不要太粗。这个横与左部这个横，这延伸线向右上方写的。提按，将左下方斜行笔向右上方，对横与横的对齐，向右上方倾斜。点横钩注意，横画要稍微细。提按之后。读过来，这样也是与左边的话对齐，竖画不要太长太高，要矮一点。对完之后向下补上去，所以这个竖与下面的竖对齐，这个是斜的，这个直的，所以中间最后这个竖的话，用旋钉竖出头，在这个地方向下，用旋钉竖，左边要高，这个要向下探出去长一点，横跨间距，这边相等，上面紧，下面松。